哎，这是什么天儿呀？又下雪了。早上起来下雪了。我玩的车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北爷们儿。昨天晚上喝这个是敦化大福宅河。搁这住了一宿啊，上趟来搁这住了一宿，上趟来没搁这住，大上趟来搁这住了一宿。今天早上起来哈，天都下雪了，现在下的还挺大，哎，今天就难搞了。现在是六点四十，没吃早饭呢，先吃点早饭，等早饭看看什么情况。这雪要是再下这么大，基本就受不了了。就什么粥都有，就三米粥，两粥。这白茶了吗？我一踩呀。这雪下的烦人呢。主食都有啥？主食？这个是什么馅儿的饼？那个上有菜的。有糖饼没？啊？糖饼有没？糖饼有。糖饼不也是发面饼吗？是不？来让糖饼先。这是个小菜儿。哎，有茶叶蛋没？茶叶蛋没有哈。茶叶蛋。有。是吧？小心，你又穿了衬衫，你不冷吗？没事，一碗粥，一个糖饼，一个鸡蛋，一碟小咸菜，6块钱，一顿饭就解决完事儿了。雪还下呢，下也不能搁旅店待着呀，都下的小，下去收一圈去了。哎，明天后天还有雨，这两天天都不怎么太好。